国省印发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及国江流域专项督查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细化整改任务20项，制定具体措施189条，由经信、生态环境、住建、水利、农业农村等5个省级部门组织整改督导，流域7市对照清单逐一落实，做到整改一个验收一个消耗一个。目前已整改完成19项，有序推进1项，追责问责48人，有效解决了一大批制约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的苛政顽疾。我省将按照清单制加责任制加消耗制要求，持续跟踪督办，巩固整治成效，推动沱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